什么会？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不修了，再修会少的。我先走了。坐。
没看到啊？没看到吗？我是没车速吧？
刚刚看见赵鹏第二局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差点就要并轨啊！小小姐，球拍机在哪？现在可以上，不拿头可以要。真心觉得
光明点。
手机吗？铁杆我就不管他了。
要被检举的。没错。打假球。刚主审有对他示意的。太多无哈无光，放伤济啊！啊，放伤济啊！哈无光钱哩，哈无伊拍来嘛。哦，你看我笑拢袂歹，微流啊，你就。哈哈，就安尼。绑起来就变打假球。对啊。台北公开赛，他的公开赛，他差点拍下尤根森嘞。哦。
我刚才也踩，他们踩光极，光极嘛，他们。你像你这样，他在那忙，忙完嘞，摊嘞干很多啊。那即摆人有要光极啊嘛，爬出去。主审要求换球，球在心情。那对方不是要陈立洲？嗯，陈立洲。那今麦两个点子啊？来三点半，三点半呀。来三点半，三点半的赛程，不过应该差不多五点去啊。安尼哦。嗯。五点嘛，四点。今麦叫十二点的尔。这都十二点吗？哦、啊，这差不多十二点半一点吗？差不多是要减半一点嘛。哦，啊！那为什么从上去封的话？今天的状况不佳。嗯。讲你了解。嗯。有什么发现吗？伊变那大腿侧伤还是安怎？哎。防护员。伊拄仔，伊个拄着甲超一下，甲巴一下，
我要看，要拖啊点时。唔知，阿姨快拢安尼啊？啊？阿姨快拢安尼。阿多第一局唔是安尼。完了。第一局打的有啥子？开啊！开啊！速度够神经。中个看了不一遍啊。这也可以啊。这也可以啊。张德公啊，张德公也要加头我啊。那个是只能挑了，那个倒是没办法。看伤久啊！啊，坐一中道时啊，哪会哦？哦，袂点啊，再坐。我讲迄个，哈哈，后面迄个现场都要徛起来。他会叫着那个就不玩，他那个唔知啊。系啊，系啊，我真奇怪。哇哇，多谢。啊，唔边啊，那话。主审开的。哇！啊！是在干什么？新的第二名有这么难吗？你今麦啥？今麦劲爆布料又袂输啊！啊啊那啊那边那个苏宁又是，啊再去整迄个四啊六七八。五六七八，七八七八，没有五六七八，只有七八。对了，七八。伊那伊啦，伊那是输的话，得几个点一点啦，赢会当去。
冰空。诶、欸，你这拜布的两个拢拜布的啊？系啊，拢拜布。啊，今仔今仔输那么多，今仔啊输奖输那么多，真无聊。翻掉。迈步输是争七八，我要今天一人呢，富强赛呢，哎对，好啊，今天迈步的是五六七八，有吧？应该不是啊，五六吧，五六两吧。你是练什么？今天你喜欢摩登武装输吗？哎，武装输的变啊，各村因会外的三周的关头，我不是会外，就是我迈步的，迈步的几多？迈步蛮细的，很细。哦，四周，反正伊八米，很多啊。那个败部什么四周，胜部什么四周啊，胜部怕。对咯，啊，恁先五啦吧。唔像啊，就两个赢的是起哩，搁要争五人，啊，两个输的就起要排七八名，即摆就剩八周嘛。啊，即摆两，即四个咧败部嘛，啊，即摆败部就是这两个，这两个。败部的即摆四周，即摆六周变六周啊啦。嘿，啊，若是输两个，就是这两个就去八七八。啊，输啊。